大家好啊，我是驱鹿小赵。今天小赵来到我们山东最大的上水池批发基地啊，过来看几颗超精品的大型、超大型的上水池啊，带大家过来看一下我们这边上水池质量怎么样。给大家浇水看一下啊，你看这么一浇水，颜色接着就变了啊。再给大家弄点啊，哦，哎呀，一浇水立马颜色就变了，变得金黄金黄的啊，这么一看就跟白色的似的。哎呀，上面看一下，这边也都是，哎，太漂亮了啊！看一下，咱现在把这块石头给它上上水啊，看一下用水浸泡过之后是什么景象啊？上面全部都已经做好了出水口，高山流水啊！看一下漂不漂亮啊？还慢慢正在变颜色，以往发白的那个地方现在都已经变成了金黄色啊。的地方哈，对，有断了，但是断的基本上很少很少哈，就是说实话保存的比较完整。你想大老远从云南那边搞过来，对，一点破损没有是不可能的。那不可能哈，对，嗯，这块石头得卖多少钱？这块石头啊，这块石头卖的话，就是说最低就是得在89万。89万，对，我想这么大的石头非常难搞了哈。对。两面搭了副石，看一下这一块整体形状差不多，都是中间高两边低的做的这个一个造型啊。整体这个造型也归为一个山形，
而中国人比较信山，感觉它比较的厚重啊，大气。多放点水啊，更漂亮。